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支舞蹈。我把这个舞蹈一共分为五组动作。首先，第一组动作也是前边的开头部分的动作，我给大家先做一个示范。背给观众，小八字位准备，挺胸，抬头。音乐的前两拍是不做动作，三四拍的时候做顺风骑士的上身动作，左脚点地。后四拍，也就是五六七八的时候，做我们的摇身点颤动律，一共是四次。我把前八拍的动作给大家做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转过身去，用四拍的时间转过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着观众收脚，后四拍行礼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略微的含胸，右手不在左边的胸口，也就是心脏的位置，表示比较虔诚的给大家行礼。现在我再把第一组动作给大家做一个示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前面的开头部分动作比较简单，现在进入第二组动作。第二组动作第一开始的动作叫做垫步，在做垫步的同时，随着歌曲的意思，我们要做一个掀头纱的动作，双手向右边将头纱撩开，头向左边倾斜一点。好，我现在加上垫步给大家做一次。前六拍是垫步加上掀头纱的动作，后两拍我们变成瞭望式。我先来给大家做个示范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瞭望式，手右手高，左手低，手心朝下，向远处看过去，手的距离离自己的脸的位置稍微远一点，看得出是瞭望的感觉。然后换重心，右脚向后点地，变成我们的遮阳式，同时做四次弹指的动作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然后向前摊手，转向右边的时候，手心朝上，向上抬起，经过一个绕腕，做成福帽手。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动作，由于比较简单，所以我们没有在课堂当中拿出来单讲，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提一下。托帽手，手心朝上，手腕向上提，福帽手，手心向前，没有手腕动作。好，第二组动作我继续向下讲。做到这里以后，我们要做撤移步。撤移步的同时，上身的动作是插花式。我先来给大家做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注意第八步的时候把脚并上，方便我们做下一组动作。正面的讲解步伐可能大家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，所以现在我反面给大家做一次，慢慢的给大家讲解。第二组动作的开始，先是垫步，前六拍有一个掀头纱的动作，我们来做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高左手低，眼神向远处看去，然后换重心，右脚点地，同时手本来是右手高的手换成左手高，变成我们之前学过的遮阳式。在之前的课堂当中我说过，遮阳式要比瞭望式略微的靠近脸部，然后做弹指四次，先向左看，一二三四，好，然后右手向前摊开，手心朝上，面向右边，然后向上抬起，经过一个绕腕，最好是在额头的位置绕腕，向前看，变成福帽手，托帽手是向上，咱们这个是福帽手，好，然后接着向下做撤移步，右脚不动，只是把重心移到右脚上，一二三四，看错了，把重心慢慢的移到右脚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注意第八步的时候并步，为了方便我们之后做下一组动作。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二组动作。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三组动作的学习。第三组动作先把第二组动作的结束动作摆好，然后是切分垫步。在做切分垫步的时候，我们这次换一种撩头纱的方式，向上撩起，头向左边看过去，加上切分垫步，一共八个，我们来做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眼神一定要向远处看过去。接下来的动作向后有一点不好意思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动作在向后撤的时候，右手远一点，左手近一点，有一点不好意思含着头过去，扭过来以后右脚向前点地，经过绕弯变成上托手，同时做两次摇身点颤动率，然后我们把右脚向后做一下垫步，我们变成猫洗脸的动作，一个慢的，两个快的，然后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，比较害羞的含胸，然后向前上托手，两个点颤动率，之后将前边点着的脚向后放，做猫洗脸，一个慢的，两个快的，第三组动作就结束了。现在我来做一下反面，给大家再仔细讲解一下。第二组动作的结束在这里，我们要做的是切分垫步。我现在把切分垫步再给大家说一下，左脚勾，右脚点，点的同时前脚掌放下，左脚的前脚掌放下，再来一次，勾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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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上手上的动作，从下向上掀起头纱，一共八个，我们来做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做完以后含胸，右手远一些，左手近一些，有一点害羞的向斜后方撤步，右脚上前点地，双手绕腕形成上托手，两个摇身点颤动率，之后向后踏步，做猫洗脸的动作，一个慢的，接两个快的，然后重复刚才的动作，
先稍微害羞一点的向斜后方撤步，右脚上前，上托手，两个摇身也颤动率，右脚向后也一下，手上托猫洗脸，一个慢的接两个快的。以上是第三组动作。现在我来讲解一下第四组动作。首先我们摆好第三组动作的结束动作，现在是右脚点地。在舞蹈当中一般都是点着地的这个脚做下一个运动，因为它不占重心。好，接下来是自由步向左斜前方的一二一二三，注意第三步的时候并脚，然后做三步一停，手放在右边的腰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然后做反面的自由步，反面的自由步要从左脚开始做，一二一二三，这次我们要把手放在左边的腰间，左脚先起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反面的第四组动作。反面的第四组动作一样的，先从第三组动作的最后一个动作说起。向前走的时候一般是点着的脚走，我们向左前方行进，首先是右左右左右，然后将手放在右边的腰间，做三步一停，一二三停，一二三，收回原位，因为我们马上要走下一步。下面一步左脚起放，一二一二三，第三步的时候要并上，将双手放在左边的腰间，左脚先走，一二三停，一二三。以上是第四组动作。这个时候音乐要开始重复上一段的动作，只要我们把第二第三第四组动作重复一遍即可，最后的结束句就是第五组动作。现在我来给大家做一讲解。第五组动作，首先左脚向前蹲，顺风骑士，扬身点颤动率，右脚向前蹲，脱帽式，扬身点颤动率，左脚向前蹲，单脱帽式，扬身点颤动率，右脚向前蹲，胸前立掌式，扬身点颤动率，然后收脚。之后是我们在上节课学过的回望三步一抬，我给大家做一次慢的动作。首先是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做四组。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再详细的讲解一下我们的回望三步一抬。接下来的动作，右脚点地，因此我们要先动右边的这个脚，向旁边踏点，一个慢的，两个快的单手猫洗脸动作，然后做四个移颈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动脖子，换反面，一个慢的，两个快的，接四个移颈，也就是动脖子的动作。下面是两个转体三步一抬，先向前一二三，
这个动作注意，这个动作我们是以这一面为我的一点，因为我第一步迈过去的时候我是面对这儿的，所以我的转体其实是斜前方和斜后方的两个转体。我给大家做一次，在这里，然后一二三，先转向了这边，然后第二个二二三，转向了斜前方，然后我们接两个两圈的转，结束动作，落右脚向左边转身，双手交叉，快速的向上抬你的手，变成顺风骑士，同时把右脚迈出。好，我把这两个动作连续的做一次。好，以上是第五组动作，现在我背过身去给大家再讲解一下第五组动作。第五组动作，首先左脚向前迈步，顺风骑士，动力两个，右脚向前脱帽手，动力两个，左脚向前单脱帽手，动力两个，右脚向前胸前立掌式，两个，收脚，然后做回望三步一抬。大家看好之前我讲过的，一定方向，二垫步，三转蹲，同时，然后一二三两个，一二三三个，一二三四个。做完以后，因为我的右脚是点着的，按照舞蹈的习惯，右脚向旁边迈步，一个慢的单手高系列，接两个快的，然后离紧，四个换方向，一个慢的单手高系列，接两个快的，离紧，四次。之后是我们的转体三步一抬，大家听我再给大家讲一遍。转体三步一抬，这次我们是以这边为我们的一点，因此我们的转体分别是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的转体。因此我先给大家做一下，一二三，我先面对了这个方向，第二个一二三面对的是这个方向，之后做两个转圈。好，右脚踏步，同时身体向左，右手高，左手低，含胸低头，然后快速的向右前方绕腕做顺风骑士。我再把最后两个动作做一下，一二，好，以上就是这支舞蹈的所有五组动作。